大家好，刚听了那个巨汉的分享，我觉得他分享非常好，非常全面。那我想跟他分享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他是现场考，那我是线上考，然后他有一些经验跟我有一些不太一样的部分，我会做一些补充。那所以呢，今天各位同学们真的很有福，就是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一个补充，然后更让你的准备能够更加完整。那我是TKB 167吴秋明，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个 PMP 的考试的一个经验。那首先我先从动机开始讲起，为什么要考 PMP？ 因为呢它很重要，其实这样讲的跟没讲其实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很重要？我想我举个数字给大家看，就是说这是一个数据显示的是说，在100万的人口里面，有多少个人持有 PMP 的证照。那第一名是新加坡啦，他们非常重视证照。那我是在加拿大这边，那这边100万人里面大概有1800左右，所以其实比例是蛮高的。台湾大概400，不过这我想这是一个趋势，台湾也渐渐会往 这方面去走。那另外一方面，你如果去看一些job posting， 一些求职的一些要求的时候，你会看得到很多，有一些他会把它直接放在 require 里面，你没有 PMP 根本就没有机会。那也更多的有蛮多的是把它放在所谓的一个 desire 里面， desire qualification， 或者是 regardless one as an asset， 把它当成是一个你的资产，或者是一个他们想要这样的人。所以你没有还是可以，但是抱歉，如果你有 PMP 证照，对方没有的话，你就会胜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现实的一个问题。好，那再来我要跟各位谈的是有关于，如果你要线上考的话，那电脑的系统测试会非常重要。我建议是这样，你可以分三次测试。考试的三天前你跑一次看看，看有哪些要处理。如果有考不过，有跑不过的部分，我会建议啦，如果那个 application 不是一个很对你来讲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建议你把它给 uninstall 掉。因为我的经验是我前三天跑的时候其实还蛮顺的跑过了。那其中有几个我是就是跑过的意思是说他正在跑，但是你要把他的那个正在执行要把它停止掉，我并没有把它 uninstall 掉。但是呢前一天却发生一个问题，他突然有冒出一个叫做virtual machine 出来。那这个是怎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他检查的时候过不了，告诉你有一个叫 virtual machine 在 running。然后呢我如果把它暂停掉之后呢，整个系统我的电脑就会重开。那再跑一个系统测试，他又告诉你这个没有过，你再把它暂停之后呢他又会再重开。所以你其实没办法用这台电脑去考试的。那最后呢我就是把那个里面有一个我有装个 NAS 把它给 uninstall 掉。然后到最后考试前的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去测试一下就蛮顺的。所以我建议你要分几次去测，然后如果有卡住的部分如果能够把它 uninstall 是最好，最好不是只是把它给用把它暂停掉而已，不是用的所谓的 task manager 去把它给暂停掉。那 这是我一个建议，这样会让你到时候的系统会非常的顺。好，那再来我的建议是在考试前如果你可以跟监考官能够多互动的话跟他多互动。因为西方人他们其实很重视叫所谓的 small talk， 就如果你可以跟他稍微聊一下的时候，跟他聊聊天，那彼此有一些信任感的话，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讨论的。那举个例子来讲，因为我那时候咳嗽，那我就跟他讲说我需要一个保温瓶，一个热水，然后旁边放一杯冷水，那就跟他聊，他说没有问题啊，这是他其实什么都没讲。但是我们在那有一些人的经验说一定要透明的杯子装或什么之类的，我的实际上跟他讨论的结果看起来不是这样。那再来一个我又跟他提到说，如果中间有一些噪音的话那这样 OK 吗？他说只要不是从你的室内传出来的，是从你的室外传进来的话，其实那个噪音他都是可以接受的。那再来呢，因为在北美这边的房子都是那个像他那种卡通里面看到的都是那种木头做的那个房子嘛，其实它隔音效果很差。我有跟他讲说，我可能会受到邻居噪音的影响，那如果我在要思考的时候如果我把耳朵捂住的话可不可以，他说没有问题啊。所以其实在考试当中摸脸或怎么样其实都 OK 的。那
当跟他有这些互动了之后，彼此有一些有一些信任的时候，在我整个考试的过程当中，我几乎没有感受到监考官的存在。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试试看哈，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都太害羞了，但是你当一个 project manager 的话，你是没有权利害羞的哈，你要多跟人家拉勒一下。好，那再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哈，这是我的那个一个怎么讲，一个 lessons learned 哈。我从2019年防疫哈，一直到去年年底，2022年的年底，其实我都从来没有感冒啊。那当然不可能有 COVID。那后来防疫就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哦，防疫就比较松懈，那跟朋友聚啊、聚餐啊、点点点之类的哈。结果呢，我就得了 COVID 啊。那到后面还一直咳嗽，咳嗽没有好呢，又得到流感啊，继续咳啊。那甚至在考试的时候都还在咳嗽啊。那这对我来讲其实影响蛮大哦，待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哈。那我的模考的一个历程哦，就是在1月19号的话，180题有解是67分的哈，然后在1月28号180题无解是63.33哈。那时候就跟立秀教练讨论说，哎，我这样可不可以上场哈？啊，立秀教练给我建议说，那至少要过个65分吧哈。那我就再利用这段时间呢，哈，多做一些 lessons learned 哈。啊，不好意思，我进步不大哈，我只有考到66。那也跟立秀教练讨论，他说好啊，那就约个时间哈，那上场这样子哈，那我就在2月8号，那顺利的拿到 PMP 哈。好，那我觉得 ATP 的教材很重要哈，然后长虹准备的一些教材我觉得很棒，像比如说一些 MP3 哈，你可以利用你通勤然后接送小朋友、接送老婆上下班的时间哈，你可以听听哈，我想对自己帮助是很大的哈。那至于说章节测验，我想很多人都提过，我在这边就不再赘述啊。我想这也很重要哦。那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是相当的辛苦。我第一个60题呢，考得非常非常惨。但是我惨的原因可能比较不像刚居汉所提的，就是他故意用第一个60题来卡你。我有个插曲是怎么样一个插曲？就是因为我咳嗽嘛，那前一天半夜就起来吃那个止咳的药哈。那因为可能是睡觉迷迷糊糊还怎么样？本来是一份，结果吃了2份，哦，结果第一题考试的时候，那个整个是完全完全的宕机哦。你看到题目那个真的不晓得那个答案到底要怎么去想，那就觉得考到最后真的有点怀疑人生哦，甚至那个人生的跑马灯就开始在跑，哦，要重考啊哈，然后那个这个过程很辛苦啊，再重来一次啊哈，然后要浪浪再浪费一次报名费啊哈，那怎么跟教练交代啊，点点之类的。哦，很多那个想法就跑出来了。那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重考好痛苦哦，真的我真的不想重考了，上帝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啊？那后来在第二个60题跟第三个60题的时候，哇，我好像突然变一个人，好像那个卜派吃的菠菜一样，如有神助，那考我就有第二个60题跟第三个60题考得非常好。那就把整个前面的第一个60题把它给 balance 过来，那所以就顺利的拿到 PMP 哈。好，那再来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我这次所遇到的题目只有单选题啊，他们叫做 multiple choice，就是一个答案、两个答案或三个答案。但是如果是超过一个答案的部分，他们会跟你讲它有几个答案。好，那比较没有所谓的 matching 哈，没有所谓配合题啊、点点点之类都没有哈。那我不晓得啦，因为我是在北美这边，我不想说我的状况会不会比较特殊一点啊，会不会他们这边做一些实验，未来就会朝这方面走哦。那我想给各位参考一下看看哦。如果这是一个趋势的话，可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底下有几个项目也是跟我之前所看到的不太一样哦。好，再来，题目真的很难啊，不管是第一个六十题、第二个六十、第三个60题，如果跟180题无解比起来的话，它真的没有比较简单哈。180题，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心里面就在那边喃喃自语说：“哈，庞宏怎么会出这种题目？你简直在打击我的信心嘛！考试一定不会这样哈。”结果没想到考试反而更难哈。我觉得啦哈，如果这是个趋势，以后你们考的时候，你们应该就会知道哈。所以呢，如果你们能够早点考，我就早点考好。不晓得这个以后是会变成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哦，因为庞宏这边的一个辅考系统，整个教学各方面，我是觉得很有信心的啊。就是说，如果题目怎么改变的话，我想他们会抓得很准，会做得很好。
这是我整个这样 run 下来的一个感觉。好，那再来呢，就是我看到是人与环境特别的难，哦，特别难。那人的部分难，我想这个大家都听说了，这个我想不意外，哦，但是环境部分特别难，就有点出乎意料，哦，那我不晓得他们的未来是不是会往这方面走，不知道，哦，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看看。那因为以前我都觉得环境的部分是特别的简单嘛，哦，那这部分跟我们之前的理解有点不太一样，哦，好，再来呢，我要特别强调一下ATP 的这个教材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题目的叙述的一个方式跟正常考试蛮像，唯一不同是考试的时候题目非常的长，会比 ATP 教材里面的题目会长很多，但是呢它的一个叙述的一个手法各方面其实是蛮相近的，甚至呢我从里面我看到有大概两到三题跟 ATP 里面的题目，哎，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你们可以看看，我是建议啦，你把题里面的题目都把它做完。但是 ATP 教材有一个问题是说，它提供的参考的答案有些真的蛮怪的。我会建议说，我们同学们如果有机会能够组一个读书会或怎么样，彼此有些讨论哦。那我彼此有些 feedback 的话，那就像刚刚居汉讲，就是说如果自己读的话是很孤独啦，哈，哦。那，啊，如果可以大家一起读的话，我想那个帮助其实蛮大，比较不会那么孤单，哦，那这部分我想，大家可以考虑看看，哦，好，那，哦，最后一个，哦，就是当你的题目看不懂，或者是你挣扎在两三个答案里面挣扎的时候，你用英文去看，其实他英文用了一些字，哦，我觉得他的字的那个定义对我而言呢其实是比较清楚，你们可以参考看看，我想这个会对你们会蛮有帮助的，因为我觉得那个翻译有些时候并没有翻得那么到位，那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语言跟语言之间本来就是有一些障碍，就会有一些，我想要翻的要跟原来是一模一样，我觉得那会有基本上的困难，哦，那你那时候看一下英文，我想对你帮助是蛮大的。好，那再来那个，因为立秀教练要分享一下那个 MASCAL 的部分，哦，那 MASCAL 部分我想，基本原理大家都知道了，哦，Must have, should have, could have, won't have，哦，那我想这部分我就不多讲，但是我要把它讲是讲应用，怎么样把它应用在我们这个TMP 的准备上面，哦，其实我们会遇到一些冲突，哦，或者是两难，哦，比如说我们都希望题目多做嘛，哦，但是题目多做会花掉你很多时间，哦，那做完之后你要不要做 lessons learn，哦，你要不要做的又深又广，哦，其实这会冲突，哦，你如果 lessons learn 做又深又广之后，题目你就没办法多做，那题目多做的话你 lessons learn 的话就没办法做的又多又广又深又广。好，那我们时间盒是什么呢？那你如果采取的45天考上的话，你的时间就这样，你一天可能只有两个小时，哦，或多少，那甚至像刚居汉还要照顾孩子之类的，我想那个时间，在工作啊各方面的，哦，那我想都会占掉自己多的时间，你能够花在那个预备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哦，那你怎么办呢？时间盒就这么大，哎，我觉得我们云端班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你知道吧？我们之前在讲说哈，课前要预习，那我是很照的这样做，课前预习大概花好几个小时，那每一堂课都是这样，但是我还发现这个其实效应不大，但是我全部都做完了，时间都花下去了，已经没有后悔的机会了，那只是说给那个这个前车之鉴哈，给各位同学们一些参考，就是说其实你为什么要预习，就是希望你上课能够听得懂，所以上课听得懂是最重要的重点。好，那我们云端班有一个好处就怎么样，你听不懂的时候你可以倒带，对不对？好，所以呢我建议课前复习你花个一两分钟把整个大纲再翻一下，我觉得就好，就直接去听了，好，那甚至你在听的时候呢你可以用 1.5 倍速去听，好，省下一些时间，好，啊，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说你听不懂就倒带，好，那你现场班的不可能叫老师用 1.5 倍速讲嘛，对不对？那听不清楚也不可能叫老师倒带，哦，那是我们云端班就有这样的好处，你把预习时间省下来多做题目，哦，把 lessons learned 可以做又深又广，那我觉得对你的考试我想这个帮助也很大，哦，那我想我们是可以把这样一个MASCAL 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的预备里面，哦，好，那最后呢我想要好好感谢一下立秀教练，哦，
因为在整个一个专案的一个履历的预备过程，他帮了我很多的忙哦。因为我是在2015年哦，从那个电子产业退下来之后哦，那我就去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那最近这几年做的都是一些社会公益的一些专案。那坦白讲，它的一些的交付成果哦，就会比较不是像我在电子产业的那么的清楚啊。比如说，哎，你做一个什么 SSD 呀，啊，或者是你做一个 NAS 啊，哈，或者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哈。那这部分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写的没有很好。那我立秀教练就不厌其烦的一来一回这样子哦。那结果一次把它放出去之后，那一次就通过了哦。那后面就没有额外的一些 effort 要做哦。那在考试准备也是一样哈，那我就照着立秀教练所指导的哈，然后就按部就班的哈，把一些该准备的准备好这样子哈，那也是等到超过65分之后再上场哈，那也是一次顺利就拿到 PMP 哈。那这边真的非常感谢立秀教练哈，那我想各位同学们哈，要对自己有信心哈，那对长虹有信心哈，那更是对教练有信心哈，那我相信每个都可以考上 PMP 的。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